行善的人呢，来到人中或者去了天上；作恶的人呢，会受到三恶道的果报，出生鬼或者地狱道的果报，这是绝对的。好，我们明白这个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想，因为佛陀这边有交代，教过他的孩子，他说，我们任何没做的身业、语业跟意业，如果要做的时候，如果你想我做这个身业、语业、意业，会给自己带来苦果，会给别人或者别的众生带来苦，会给自己跟别人都带来苦，不善巧啊，没有调伏自己的心的，会带来苦果的这些身语意业，你要关照一下。任何没有做的这些做的时候，如果这些身语意业会给自己带来苦，会给别人带来苦，自他带来苦，不善巧未调伏的话呢，你就不应该做，你就不应该做。反过来，如果任何没有做的身语意业要做的时候，你想一想，这身语意业呢，会不会给自己带来苦？会不会给别人带来苦？如果不会，那你就可以做，就可以做。这个是在中部里面的第61经，也叫做罗侯罗芒果园的经啊，芒果园罗侯罗经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看它的那个。我们持戒来讲呢，我们还要以思为主要的因素，思就是动机了，啊，持戒是以思为主要的因素，这里面包括三种离，离什么？离身的恶业，离语的恶业，以及离心里面的恶业，离这三种东西，啊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有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以及有正念、有慧。有精进等等，这是心跟心说法，所以这就是他的持戒的波罗蜜的部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正式的来看这个业啊，五戒。违犯呢，会犯到我们的业呢，是因为我们的心中不清净的关系啊。烦恼来讲呢，我们的烦恼有三种情况，第一就是。违犯性的烦恼 Vittikama Kilesa， 就是能够侵犯到别人，作奸犯科等等，毁坏已经破坏到已经你所得的那个戒，所以这是很粗的烦恼。第二呢，它这些粗的烦恼会从我们的身的语言意言来做。第二是久长性的，他一直缠住你了，啊，一直在出现，犯了又在犯，犯了又在犯，知道吗？所以一直出现的，所以叫做 Bali Yutana， Yutana 是出现的意思， Yutana 啊，那么 Bali Yutana 的 Kilesa 是烦恼，就是他一直在出现，一直缠住你的意思。所以这种烦恼呢，是在意门，就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它不会在身语门出现，是属于比较中的烦恼。好，然后第三种叫做随眠性的烦恼 ，anusaya kilesa。随眠的烦恼是潜伏在我们的意识里面，它等待做适当的因缘。它等待适当的因缘的时候，因缘成熟的时候，它就出现了。这种是叫做细的烦恼，所以呢，我们戒的目的主要是要对付粗的烦恼，知道吗？我们修戒啊，去对付第一个违犯性的烦恼。那么等到我们的戒修好了之后，我们才来学修定。啊，刚才你们的那是主席，你们的主席刚才有来问过我说，要我明天早上教这个安般念，所以如果你们来学安般念的话呢，你学会怎么样修安般念，那个是属于定的范围，学定，怎么样去开发你的定力，
啊，修好定。那么这个定，当你定力开发了之后呢，你就能够对付久常性的烦恼。OK， 它会一直出现在我们的意门。比如说一个人发脾气呀、啊，脾气坏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它一直发生的，为什么？心中不满意嘛，心中嗔恨心嘛。所以你如果修好定的话呢，这个烦恼就没了。我的经验也是这样。我年轻的时候脾气很坏，但是等你去学会开发你的定之后呢，那个安般念之后，这个东西就不见了，就不会发脾气。所以如果你要对付你的坏脾气啊、嗔恨心的话呢，就赶快学定。那么第三种睡眠是怎么样呢？睡眠就是你找不到的，平常不会看不见它的，它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潜伏的。这一种呢要靠智慧的。这种是什么呢？就是指无明啊，主要是指无明，还有昏沉睡眠，昏沉睡眠，还有叫调举，这些都是指主要的，是这几种。这就是叫五善分解里面的，所以阿罗汉他们对付的那些阿罗汉道的那些修行者，他对付的烦恼都是属于这一些很细的烦恼。所以你看目犍连，他要证阿罗汉果之前，他还被昏沉睡眠缠住，你知道吗？这叫睡眠啊。结果佛陀就开始给他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教他，然后就用这些方法来对付他的昏沉睡眠，就克服了。因此他克服了昏沉睡眠之后，他就证了阿罗汉果，结果他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定力。因为定力 的开发的结果，他就能够得到神通。所以目犍连就是这样得到他的神通。现在我们就看一个很简单的指标。如果你做完一件事之后你觉得心不安的话呢，绝对是犯戒，知道吗？很简单的指标，我们做任何事，或者说话，或者想一些东西，你做完之后你觉得好像有点不妥，或者你觉得好像我这样做好像有点不大对啊，你这样如果会这样想的话呢，你就回去想一想，我所说的、我所做的或者我所想的，会没犯到戒？可能你的心还不会清楚，会没犯到戒，因为你不会知道所有这些犯戒的条件、它的情况。所以，如果你觉得心中不安的话，多半就是犯戒，这是最容易的检讨的指标。现在我们就详细看它的违犯的情况，五条戒违犯的情况。先看第一条杀生戒，要有五个条件。刚才我已经讲到了，第一，它是一个对象啊，它是一个众生，这个应该放在第一了哈，它是一个有情众生。第二，看法，就是你知道它是有情众生，不管它小到一只蚂蚁，或者大到一只金鱼啊，或者象啊，不管是大多大多小，只要他是有情众生。怎么讲叫有情众生？就是他有意识的行为，他有意识，而且他有感受，知道吗？他有感受，他有意识，他有感受，那么这就叫做有情众生。第三呢，就是要有动机，杀害他的动机。第四要有行动，行动就是你去找那些煞气， 找那个刀啊，找或者找毒药啊，找那个毒药来喷那个蚊子啊，那就是你的煞气咯。行动你就把那个 对准的蚊子跟它喷过去。这一点呢，我去到很多的道场，包括寺院在内，他都装在那个电插头里面，一个圆圆的瓶子啊，里面装作药的。你说那个蚊子闻到那个东西，不懂是怎么做的？我知道，他那个东西插进去电里面，他会好像会
给它变成气体，是不是？整个环境都会有那个气体呀、啊。但是你这蚊子在里面飞，它会怎么样？它会飞一半这样掉下来的。他们就说蚊子晕倒了。然后你就看，你就看，它会晕倒在地上多久？最后它就不会动了。你说有没有放沙叶？沙，这个是放沙叶来的，因为它这么小啊，结果你不以为然，好像没什么重要，是沙叶来的。所以要是我去到一些地方呢，他们跟我装那个，还跟我开那个的话，我把它关了，我宁可不要这些东西，我宁可呢挂蚊帐。你知道吗？我就钻在蚊帐里面。我最近去马路地啊，马路地啦、啊，你们知道，靠近梅里，很多蚊子哦。那个地方蚊子太多了，很低啊，就像你们这边这样，又低又湿，那个地都是湿湿的，很多蚊子。那佛教会隔壁又是养鸡的，哎呦。很难闻那个味道，很辛苦。但是那边的人呢，很诚心学佛的，没有法师要去的。那地方呢，没有几个法师要去，一年不懂有没有一个。以前的那个老林长在的时候，他跟我讲，那一年好像只有我去而已，今年大概也是这样。所以这次我去的时候，他们就硬硬把我留在那边两天。但是两天的蚊子受不了，太多了，早上也叮，下午也叮，晚上也叮。而且他们说早上叮的那种是叫做毒蚊啊，有痛病的毒蚊、啊。还好我没有什么事情，真的很可怕的。我还问他那种蚊子是怎么样的。他说不是很高的，而且他的脚没有摆纹的，没有纹的，那种脚有纹的那种反而不会毒，但是咬得很痒，那种骨痛的，他说不是那种样子的，所以我就放心了，因为咬我的都是那种脚有纹的那种蚊子，脚长长，它有黑白黑白的纹的蚊子，听他们讲说那种蚊子骨痛的蚊子是有点灰色的。肥肥的是吧？我没有见过，不知道是怎么样的蚊子。总之呢，你要知道是怎么样的情况，它的蚊子。那么你既然知道要吃这样的蚊子，你要避开它，被它咬，因为它咬的话可能会生病，会严重，可能会死去。那你要怎么办？吊蚊帐。但是有时候不行啊。他们要来找我，我一坐在外面跟他们桌子那边跟他们谈话，那蚊子就在下面就自己不请自来了。他看见这样大块的肉就叮了了，结果我的脚在下面都脚都被叮到乱，很辛苦。西马还好一点，新加坡没有蚊子的，我澳洲那边也有蚊子。但是我们的澳洲蚊子不毒，没有毒的。这里的蚊子很毒，它会生病。所以，不过因为既然这样呢，我们心中害怕的话，你就想要把它杀了，就减少这些麻烦，减少自己生病的那种机会。这样的话呢，我看还是不要做好，宁肯给它叮。你明白吗？如果你真的是语言是这样，会给蚊子叮了，那个生病进医院死去的话，那也没法子，也没法子。以前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，有两个和尚，因为我们的戒里面，我们出家中的戒里面有一条戒叫做不可以喝有虫的水，懂吗？不可以喝有虫的水。就是说，如果水里面有虫了，你不可以拿来喝的。其实有虫的水是清洁的水，它的水没有毒药。没有虫的水呢才是可怕，
同样的，就像那些有虫吃的菜，那个菜是好，没有农药，没有虫吃的菜呢，才是毒菜，吃了会死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不要紧。结果这两个和尚在沙漠那边住，口很干了、吃不到，喝不到水呀、然后他们就看到一个凹地，凹地洼的那个地里面有水，他们去看一下，糟糕了，这么多虫在里面。那么第一个和尚看见他就不动了，虽然他口很干，想要喝但是不能够喝。第二个和尚他就去拿袈裟，就把水舀起来过滤，结果虫全部在袈裟上面了，对不对？你用袈裟来过滤嘛，那个虫就全部粘在袈裟上面，那你怎么把它拿下来？对不对？你一拿起来，虫就死掉了。所以第二个和尚就有了水喝了，但是第一个和尚没有喝，他就走，没多久他就口干过度，倒下去就死了。死了他就升到天上去，因为他戒锁得很严格，他没有犯到戒，因为他为了不犯到那条戒有虫的水，所以他宁可不喝就渴死掉，渴死了他就在天上做神仙。他做了神仙的时候，他想起来，哎，我怎么会到了这里？哦，他想，原来我以前是和尚。他就从天上看下来，看见佛，他就下来见佛，就顶礼佛。佛也知道他是那个死去的和尚，因为佛有神通，知道他是死去的和尚，佛就跟他讲一些佛理。另外一个和尚呢，现在喝了水，对不对？犯了戒嘛，这条是一条小戒来的，不是大戒。喝了这个水，结果他就慢慢的也走回来了。那么他就遇到这个做神仙了。那么佛陀就骂他：“你应该守好这条戒，你看这个是守这条戒的。”他死了去天上做神仙。现在你虽然还是做和尚没死，但是你已经毁犯了那个戒。你知道它的差别吗？就是如果你的戒好清净的话，去天上的。所以同样的，如果你害怕被毒蚊叮你，骨痛病的那个毒蚊叮你，不要担心嘛。要是被叮了，病发死掉，你去天上做神仙，那不是比做人更好？赚到。第二个盗业，犯偷盗的戒，要有几个条件，有五个条件。第一，就是要有物品，你知道是别人的，这个东西是超过5000，5个马萨嘎。第二是看法，你知道它是属于别人的东西。第三动机就是你要有偷的动机、意念、想法。第四要有行动，偷的行为，自己做、自己拿还是叫别人拿？如果你自己不敢拿，你叫一个小孩子去拿，偷不偷？是，也是偷的。你就算你叫别人去拿，也是算偷的。结果你就把人家东西弄到手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就是这五个条件，你就犯了偷戒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邪淫，邪淫 要有4个条件。第一，对象是人，你的邪淫的对象是人。如果对象是动物，有没有犯邪淫？有犯吗？以前佛的时候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母猴啊，母的猴子啊，有没有犯邪淫？对你们来讲没有犯，对我们来讲犯，因为我们的戒是很细的，它有分的，跟人的，跟动物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那是对人的，
来说。所以你们这边的谐音的对象是对人的，男人还是女人？这个字好像 size 好像不对耶，啊，这才对。所以，而且你认为这种淫逸是一种享受，然后你要有一个动机，就是起那个淫的念，然后第三你要有行动，你就跟那个对象淫逸。三道交合，三道是指口道、骨道和阴道，三道交合。然后第四，你知道啊，因为你得到淫逸的满足，有了这四个条件，就犯了淫邪淫戒。那么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动机，就是认为要。淫逸的意思，所以这个就是邪淫业。万语业呢，要有四个条件：第一，你知道你要说的不是真的，看法了；第二，你的对象是人，而不是动物。如果你对一只狗骗它，骗它说有东西给它吃，然后你就这，那个狗跑来。那狗看着你，然后就摇尾巴，舌头伸下来铲铲的。那等了半天没有东西了，它又跑掉了，它不会骂你的。那过了十分钟，你又这，它又跑来了。为什么？它狗是笨的，它愚蠢的。所有的动物都是愚蠢的，你知道吗？人不会的，你骗它一次，它会再来呀。你骗一个小孩子一次，它会再来吗？它不来了。他知道你骗他，对不对？他知道你骗他，没有东西给他吃，你骗他，他就不来了。因为人会用智慧嘛，用我们头脑嘛。所以这边呢是对人的。第三，动机就是你要欺骗他。然后第四，这边号码写错了，这是第四。然后就是。一二三四，这应该是第五才对，所以应该有五个条件：看法，然后对象、动机、行为、结果、完成那个欺骗，完成你那个欺骗。所以这边应该有五个条件。饭喝酒戒呢？饭喝酒戒呢有两个条件，一般上是讲两个条件，第一就是酒，对象是酒；第二就是行动，你把酒拿来喝。不过这个比较太简单，所以我们如果要详细分析的话，我们要用四个条件来看，就是第一，对象是酒或者迷魂物，然后第二是动机，想要喝。想要用那个迷魂物，第三是行动，你把它拿进了，拿来喝或者拿来迷魂药拿来吃下去。第四结果呢，那个酒或者迷魂药呢，通过你的喉咙进到身体里面去。这里我就讲一个那个大乘的那个我们中国以前古代的故事，那个济公。你们都懂了，他又吃狗肉又喝酒的，然后他就喝了，然后喝完之后呢，他们就说：“哦，师傅你喝酒了。”结果他的手指就放在那边，酒就从他的手指这样流出来了，明白吗？是做戏来的啦。但是是不是真的这样？我们不理他，我们就以这个情景来解释啦。济公有没有犯？的这条喝酒戒，我们就看这边了。第一，对象是酒，有没有？他知道。第二，有没有动机？我就不知道了，明白吧？我不知道那个济公当时有没有想要喝酒。第三，行动有没有？喝，有喝。
第一次九龙没经过喉咙，有，唯一我不知道是那个动机，因为我不能够问他嘛，他现在都不在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个东西你只有问济公，或者问那个做戏的那个做济公的那个人，懂吗？因为他是扮演济公嘛，但是他做戏他的手指有酒流出来也是假的啦，他可能后面有个小水管，酒就从那边流下来嘛。我们见看过就是看见手指在前面，后面看不见他的小水管，结果酒流出来嘛，知道吗？所以如果呢，他的酒经过了喉咙、嘴巴的话呢，犯忌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考虑了这四个条件呢，我们还是不能够肯定他的动机。如果他的动机是要喝，犯；如果他的动机是不要喝，有没有犯？他没有想要喝，他是表演他的神通给你看。怎么就是酒能够从手指流出来了，有没有犯？他的动机不是要喝了，知道吗？他就没有犯。OK， 所以这里讲来讲去这五条戒啊，就是指什么呢？我们要做任何事情要有正念，而且我们要分辨是善跟是恶。前面我们讲芒果炎罗喉罗，前面讲到这一点呢，佛陀跟他讲，你要考虑清楚，你做这事情身口意啊，是善还是恶，而且你要分辨，他会不会伤害到你自己，而且伤害到别人。如果会对你造成伤害，对别人造成伤害的话，就不要做；如果不会，你就可以做。所以，那就是分辨善恶的问题。如果我们能够分辨它是恶的话，就不要做。多数的人犯戒就是缺乏正念，在不知不觉之中犯了戒。当他是不知不觉的话，我们讲没有正念的哈，他在做，比如是喝酒，他有没有那个动机说我要喝酒？有吗？有，只是他的那个心不清楚，他不能够观。